教会今日纪念主基督荣进耶路撒冷，完成佢嘅逾越墓迹。因此，今日嘅感恩圣祭开始嘅时候，都系以圣之游行或者系简式嘅进堂礼嚟纪念耶稣荣进圣城嘅事迹。现在就让我哋收敛心神，准备参与即将举行嘅感恩圣祭。因父及子及真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们从四重器开始，就已经借着补赎和外德的工作来到准备新年。今日我们住在一起，街堂整个教会揭开献祝主逾越牛迹的序幕。这个逾越牛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复活。耶稣基督正是为了完成这个牛迹，先至进入他的圣城耶路撒冷。因此，让我们为着顺德虔诚纪念耶稣荣进耶路撒冷，并在应从的族谣之下跟随基督，同基督一同背负十字架，而分享他的复活和生命。按圣约望福音记载，当时来过节的群众听着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便拎起棕榈枝出去迎接他，高声欢呼：合撒拿，奉神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，应受赞颂。让我们谨记主基督的苦难和光荣，并时时在生活中迎接主基督。现在让我们祈求天主降福这些事迹，作为我们追随耶稣基督的标记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以你的祝福深化这些事迹，令我们能够欢欣地跟随基督君王，并靠祂获得力量抵达永恒的耶路撒冷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耶稣基督本为主，下地上天默全权，我众齐声歌中主，献合荣耀永常存。耶路撒冷狂庆唱，以万高潮应芬芳。当年欢呼摩西亚，先知预言应验。耶稣基督本为主，下地上天国全权，我众齐声歌中主，献合荣耀永常存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为要人类启发谦逊的榜样，令我们的救主取在犹佢，并胜在了十字架的苦刑。求你令我们福音基督坚硬的教训，可能堪当分享佢的复活。佢同你同圣神是一位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嫲，现在是圣道礼仪的开始。恭读伊撒以亚先知书。我主上主赐给了我受教的口舌，叫我会用语言来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唤醒我，唤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学生一样静听。我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，
我并没有违抗，也没有退避。我将我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。至于侮辱和唾污，我没有遮掩我的面，因为我主上主协助我，因此我不怕蒙羞。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，因为我知道我绝不会受辱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答唱咏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凡看见我的人都讥笑我，他们都撇着嘴，摇着头说：他既信赖上主，上主就应救他。上主既喜爱他，也就该拯救他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成群恶犬围困着我，大批歹徒围绕着我，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，我的骨骼劲劲可数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，为我的长衣他们黏扣。上主，请不要远离我，我的勇力请速来扶助我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，在盛大的集会中赞美歌颂你。你们敬畏上主的人，请赞美上主。雅各伯所有的后裔，请光荣上主。以色列的一切子孙，请敬畏上主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攻读圣保禄中徒致腓利白人书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，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，却使自己空虚，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人相似，形状也一见如人。他贬抑自己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，赐给了他一个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名字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耶稣的名字，无不屈膝叩拜。一切神仙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路加所载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始末。那时候民间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都起来，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。他们开始控告耶稣说：我们查得这个人煽惑我们的民族，阻止给凯撒纳税，且自称为墨西亚君王。比拉多于是问耶稣说：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你说的是。比拉多对司祭长及群众说：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。他们越发坚持说：
他在猶太全境，從加利勒亞起，直到社裏施教，煽動民眾。比拉多聽了，就問耶穌是不是加利勒亞人。既知道他屬克洛德統治，就把他轉送到克洛德那裡。這幾天，克洛德也在耶路撒冷。克洛德見了耶穌，不勝歡喜。原來他早就想看看耶穌，因為他曾聽說過關於耶穌的事，也指望耶穌顯過奇蹟。於是克洛德問了耶穌許多事，但耶穌什麼都不回答。司祭長及經師站在那裡，極力控告耶穌。克洛德及他的侍衛鄙視耶穌，並讥笑他，又給他穿上華麗的長袍，把他解回比拉多那裡。克洛德與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為了朋友，他們原先彼此有仇。比拉多召集司祭長、官吏及人民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把這個人押來給我，好像他是一個煽惑民族的人。看，我在你們面前審問了他，而你們控告他的罪狀，我在這人身上並查不出一條來，而且克洛德也沒有查出，因而又把他押回到我們這裡，足見他沒有做過該死的事，所以我鞭打他以後便釋放他。每逢節日，比拉多必照慣例給他們釋放一個囚犯，但他們卻齊聲喊叫說：除掉這個人，給我們釋放巴拉巴。巴拉巴原是因為在城中作亂殺人而入獄的。比拉多又向他們聲明願意釋放耶穌，但他們卻不斷地喊叫說：釘在十字架上，釘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：這人到底做了什麼惡事？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麼該死的罪狀來，所以我懲罰他以後便釋放他。但是他們更大聲喊叫，要求釘耶穌在十字架上。他們的喊聲越來越厲害，比拉多於是宣判，照他們所請求的執行，便釋放了他們所要求的那個因作亂殺人而入獄的犯人，並把耶穌交出來，讓他們隨意處理。他們把耶穌帶走的時候，就找住一個從田間來的基勒乃人西門，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，叫他在耶穌後面背著。有許多人民及婦女跟隨著耶穌，婦女捶胸痛哭耶穌。耶穌轉身向他們說：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們不要哭我，但應哭你們自己給你們的子女，因為日子將到，那是人又是那方胎的，那沒有生產過的胎和沒有保養過的乳是有福的。那是人又開始對高山說：倒在我們身上吧，對幽靈說：蓋切我們吧。如果對於青蘿的樹木，他們還是這樣做，對於枯槁的樹木又將怎樣呢？另有兩個兇犯也被帶去，同耶穌一同受死。他們既到了那名叫毒瘤的地方，就在那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
也釘了那兩個兇犯，一個在右邊，一個在左邊。耶穌說：父啊，寬赦他們吧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。他們黏扣分了耶穌的衣服，民眾站著觀望，首領們嗤笑說：別人他救了，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苦者、被選者，就讓他救救他自己吧。兵士也戲弄耶穌，前來把醋遞給他，說：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，就救你自己吧。在他上頭還有一塊用希臘、拉丁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，這是猶太人的君王。懸掛著的兇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：你不是麥西亞嗎？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。另一個兇犯應聲斥責他說：你既然受著同樣的刑罰，連天主你都不怕嗎？我們罪有應得，我們所受的正相稱於我們所做的，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。隨後那兇犯又對耶穌說：耶穌，當你來為王時，請你記得我。耶穌給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日你就有同我一起在樂園裡。那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，遍地都昏黑了，直到第九時辰，太陽失去了光，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父啊，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。耶穌說完這話，便呼出了最後一口氣。百夫長看見所發生的事，於是光榮天主說：這人實在是一個異人。所有來看熱鬧的群眾見了這情形，都隨著胸膛回去。所有與耶穌相識的人和那些由加利勒亞來跟隨耶穌的婦女，遠遠地站著觀看。上主的話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哋大家聚埋一齐，我哋嚟度过神之主日，亦即系耶穌苦難主日。佢從內心嚟認為耶穌係充滿慈悲嘅人，好難理解耶穌點解會被釘死。佢關懷病者，擁抱並撫摸小孩子，爱护穷人，保护弱者，他怎样会成为人类反对的目标呢？这样看来，耶稣的死亡是一个无法解释之谜，或者说耶稣的死是天父奇妙的旨意，即是为了宽恕人类的罪恶，需要犧牲一个异人的血。这样的解释也都很难接受。在每年的神舟五
我们都怀着悲痛的心情，见证耶稣的手鞭打背十字架和被钉而死。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耶稣的死亡归咎于犹太人。耶稣为什么要死？为什么说耶稣为我们牺牲了自己呢？他甘愿交付自己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将我们从什么样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呢？是这个礼拜，我们不是被邀请去呼吁耶稣的死亡，却要因耶稣牺牲自我站立的自由而感到喜悦。我们都扪心自问，我们是否真的进入了有耶稣的祭献所产生的新的世界当中呢？我们是否接纳了祂的王国呢？是否心自天主的新的面容？是否接受宗教新的精神？是否接纳了耶稣提出的人类的新的面容和新的世界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福音作者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记述耶稣的受难始末，尽管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可能有些不同，但是基本事实都是大致相同。每位福音作者都强调了各自独特的细节和重点。今日我们聆听到的主耶稣受难始末是路加作者所记载的，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层面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路加福音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耶稣的慈悲和善良，面对攻击者的杀害那件事，智慧是人的自然反应。打交时，如果你得知恶人受伤最严重，那我们都好开心。但如果恶人被救了，那我们就可能感到忧伤。反抗攻击者是我们人好自然的反应，你都可以理解。从人性的角度来看，也都合情合理。我们大家知道，是橄榄心愿，蒙徒也都这样做了。阻止对权力的滥用、暴力和不义那件事，他们首先领导的就是拎出刀剑。他们说，主，我们可不可以拿剑呢？其实这个时候的原本意思是一个不是一个问句，而是一个决定。主，现在我们需要用刀剑。实际上是师父的回答之前，他们中的其中一个就拎着一把剑，将打死自己一个仆人的耳仔斩下来。耶稣很严厉地批评了彼得禄的粗鲁的行为，作者想要表达的信息很清楚，蒙徒们不单止不可以伤害他人，而且还有时时刻刻准备去治愈那些受到伤害的人，同时也都有关心那些作恶甚至否认继续作恶伤害他人的人。跟着来，我们还看到一个很特别令我们人很感动的细节。耶稣转过身看着彼得禄一眼，这里所用的动词并没有说看，而是转过身看，向内心看。耶稣的注视令我们人很感动，耶稣不是责斥和批评，
也是对门徒演绎耶稣产生同情和理解。所以在耶稣的苦难之中，门徒的表现都是令我们每个人很失望。犹大斯背叛了他，彼得禄否认了他，其他门徒都投口。路加作者真的话是灵魂无罪的榜样。我们读完陈篇的路加福音，我们看到路加作者不为罪恶寻找理由，但他很理解罪恶是出自无知、人性的影响和可怜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缺点，他不强调已经犯下的罪过，不指责，不批评，无讥笑，因为他知道人如果他受到羞辱，如果他感受到不被欢迎、不被肯定、不被尊重，人可能会令到自己处于很危险的境遇当中，封闭自己，甚至乎失去悔改的神心。这个就是师父的态度。波多罗除是必系中的基督徒来讲，耶稣属幽默，怎不开口？耶稣属热待，却不报复，就是将自己交给那些正义行圣奉的天主。所以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受难此幕当中，有一句说话是每位基督徒在面对迫害、不义而压迫那件事应该所领导的。只要路加作者被我们记述，即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前所讲的那句说话：父啊，分赐他们吧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做的是什么。所有的福音作者都记载耶稣被钉在两个禽流中间，他们不是贼，也是杀人犯，其中一个侮辱耶稣，但是另一个却没有。在耶稣公开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大家知道耶稣生活是垂泪、罪人和娼妓中间，最尾他不是跟神人一起死，而是跟罪人，跟他最爱的罪人一起死亡。在十字架上那阵时，陪着耶稣的是两个完全走错了人生道路的可怜又软弱的人。耶稣来自天父，现在他完成了世上的使命，又回到父家的时候，他身边带着一个代表全人类的人，即以爱赢得的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庆祝神之主日，即耶稣受难主日。所以在这个礼拜之内，我们大家应该清楚，我们不是被邀请去哭泣耶稣的死亡，却要因耶稣牺牲自我站立的自由而感到喜悦。所以我们应该记住这件事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神父，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神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，他是神父所生而非神父所造，与神父同性同体，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。他为了我们人类
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，他因信神又同真玛利亚除了肉躯以神为人，他在官爵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，他正如神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，他升了天，坐在神父的右边，他为耀光云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，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神父圣子所共化，他和神父圣子同受恩宠，同享光荣。他曾借先知们化言：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，我承认死就是神死，只有一个。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。阿们。各位尊敬兄弟姊妹，今日主耶稣正入自己的城市耶路撒冷，面对有临于他的苦难，让我们在一切的境遇当中都跟随他，并依靠他的父。请为教宗、主教和所有的圣职人员祈祷，让他们忠心跟随基督，虚心地去接受圣神的带领，成为信友们的榜样和鼓励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世界和平祈祷，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之中，祈求仁慈的天父帮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有智慧地去化解冲突，消除各种形式的仇恨和纷争，停止战争，建立和平共融的世界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病患者和临终的人祈祷，愿他们由即将面对死亡的基督身上得到力量、依靠和希望。愿主基督帮助他们交付自己，与他的苦难结合，放心地这样交付自己与天父的手中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主耶稣基督荣进耶路撒冷，我们的基督徒知道他不是俗世的君王，求天主坚强我们的信德，以免陷入虚假理想的迷惑，内心跟随基督的苦路，勇敢为真理作证，努力去拓展天主的国度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请为我们的堂区团体祈祷，求主帮助堂区的教友善导圣周，并且在各项的礼仪之中皆同基督参与他的逾越奥迹，加强我们的信德，使到我们的堂区成为合一互助互爱的团体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，为我们各自心中的意愿向天父祈求。求主按照祂的圣意一一抚允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天主父，你的圣子为我们牺牲，为使我们成为新人，求你亦都是教会团体彼此付出、彼此造就，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神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人类大地劳苦的果实万面饼呈献给你，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为首赞美。
神主，万军天主，你赐给我哋饮品，我哋赞美你。我哋将这葡萄酒奉献给你，成为我哋嘅精神饮品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最近兄弟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天主收纳我同你哋共同奉献圣祭。望神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一事。神主，求你应以道生子的苦难分赦我们的罪过，虽然我们的行为不配领受你的恩惠，但求你神子道一无二的祭献，让我们都能够体验到你的怜悯。应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的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具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神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藉着我们的主基督，我们世世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罪我们获得救恩。基督清白无辜，却甘愿为不敬虔的人受苦。他接受定罪，为拯救罪人，他的死亡洗脱我们的过犯，他的复活促使我们神义得救。为此，我们齐同所有天使赞美你，称颂你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圣主，万有的主，你的光明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万霄。奉主名以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万霄。甚至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神德的根源。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，以普世教会共同献祝奉祝的第一日，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，你已高举他，使他坐在你右边。我们求他的面，恳求你派献圣神圣化之礼品，就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神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赞赞你，把面饼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，要感谢赞颂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。顺德的肉粽，老细的一煮，你藉着苦难靠复活，恢复了我们的自由，求你拯救我。神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神死和复活，
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哋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哋恳求你，使我哋在分享基督的身体、神血之后，并因神神合二为一。神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令啲子民皆同我哋嘅教宗方之及我哋嘅主教 Thomas 同埋受要主教全体神职人员，受其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也承认为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哋嘅祖先同埋受要去世的人，使佢哋享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哋众人，使我哋得以天主之母、童真孕妇玛利亚、同情的正配神如室、诸神宗徒，同埋以所喜爱的历代神人神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哋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神父，一切圣经同埋荣耀，藉着基督、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领受圣神，都居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哋既尊重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佢嘅教导，才敢唱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常给我们一样的赦免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忧患，但救我们免于祸害。神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哋，因此我哋嘅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哋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穷游中获得安全，使我哋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同埋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都需权贵，一切荣耀荣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，求你不要提我们的罪过，但是你教会的顺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，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受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最兄弟姊妹，大家转来互祝平安，祝神父平安。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念我们。垂念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念我们。垂念世罪的天主羔羊，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赦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神领圣体经，
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阿们。领主咏第566首，耶稣捐躯已赎罪。耶稣一次捐躯已赎罪，谁死世界蒙救恩，承担一切灾殃与罪孽，行受死带强度，望众生向主悔罪求怜，来圣公赐生在众，做我生命粮，沾恩宠圣化。跟主你服伴，耶稣乞儿怜的听父命，领取恶咎劳薄身，人我天问真主至上明智，望众生向主悔罪求怜，来圣公赐生在众，做我生命恩宠圣化后，愿跟主你服伴。请大家祈祷。神主，我哋饱享在神身的食粮，你既藉着神子的死亡，令我哋对所信的唯有希望，很祈求你，连我哋都应佢嘅复活，都要到达我哋向往嘅天乡。应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哋嘅祈祷。阿爸，现在我哋大家一齐诵念圣灵厄尔总领天使祷文。圣灵厄尔总领天使，请在抗争的日子里保护我们，使我们免于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。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，受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摆阔毁人间，引诱人灵，使其所望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到地狱里去。阿们。四月份的圣经金句：你们应当祈祷，免得陷于诱惑。圣路加福音第22章第40节，愿主与你的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俯首接受天主的感福。神主，我们恳求你垂顾你的大家庭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为了他，毫不迟疑将自己交于恶人手中，并接受了十字架的苦刑。佢系天主永生永王，阿爸，完全的天主、神父
甚至神圣的降福能于你们，别永远存留在你们中间。阿们。李莎，李莎，你们是全部福音吧？感谢天主。礼成咏是颂恩的466首，西翁赞扬救主。西翁喜悦赞扬救主，现将国永在歌在舞，作壮丽赞结千万，伴歌齐唱歌声响亮，人群清脆意气飞扬，心情富唱唱歌唱，基督得胜，基督威望，基督光天永无疆，基督得胜，基督威望，基督光天永无疆。